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老三讲故人生的歌，咱人生的歌今日日呢，咱想要对视频来看什么？看贵个社会的关怀吼，社会的关怀。咱首先来看吼，到底人吼，伫心境内面，尤其伫视频内面，安怎看人的地位？视频内面跟咱讲，讲人算什么？你竟然看过伊？ 视频九十片也讲，讲人的寿命是遮尔样短，亲像花蕊咧开一时啊就萎去啊，亲像草啊经过一眠了就凉去啊。人一生，敢若未输亲像暗时啊，一家多两点钟就过去啊。人的寿命就是遮短，人算什么？但是呢，上帝却遮尔看重人，安尼咱得到一个足重要的结论，就是讲。 人实在在世界宇宙中间是足意事，哦，所以我虽然讲咱人是万物之灵无毋对，但是其实你若认真想，人真正算什么？你要走，你走无使嘢紧啊！哦，你要有力，你无牛诶，有力啊！人若认真甲即个世间比起来，你讲寿命要长，迄龟都比你较长岁寿啊！人要倒一点会熬一认真来想啦吼，人实在是未熬一。 你也比袂到大自然，迄一丛树啊，死去诶时阵，生机落来，搁再活起来。哦，一丛树啊，春夏秋冬，经过一年诶即个天气诶变化，伊会当树叶啊落了了，甲春天诶时会当会当搁发出来。咱人袂熬即落，头发落了了，落落你都发袂出来哦。喙齿落了了，你都发袂出来哦。人若甲即个万物，甲即个大自然比，咱人实袂熬即。一只鱼啊，都有迄个能力，逆迄个水来收。 伊无一定顺迄个水哦、喔，伊是逆迄个水来受啊。咱人呢，小可拄着逆境俩，自暴自弃。你无感觉今麦即个时代自杀的人愈来愈多吗？咱毋是咧要对比，因为一个人去自杀是介可能，迄个是已经完全灰心啊，已经完全无迄个能力过来面对迄个环境啊。但是咱看即个情形，是你会感觉，你有感有感受着讲，人是在足可能，吼、哦，人有通个比袂到一个动物。 比未上大自然，而且力量，人的力量也无比风的力量，人的力量也无比水的力量，人真正算什么？所人未当骄傲，在这个世界天甲地之间，你若要论能力,力来比，咱人比起世界其他一些动物，其他一些上帝创造是有够差的差啦。当然，咱是比较肉较好啦。 哦，咱个教遐一个达到那个大师啊，但是你若要甲其他诶动物比，你若甲恐龙比，你都差诚济。所以咱若人类吼，整个在宇宙中做一个排行榜吼，啊，咱来评比，比看咱人各种诶条件，比较最后你会干嘛讲人排在最落位呢？吼、哦，当然抑有人排伫咱后壁无毋对啦，总是咱人实在实在是自卑些啦。但是呢，性格也强调。 虽然人是遮尔啊软弱，但是上帝却是非常的看重人。我说即个观点，也就是今仔日咱咧做社会关怀工作上一个最重要、最重要一个阵地。就是当你要帮助一个人，你帮助一个独居老人也好，你帮助一个厨子吼，少、哦、年查某早仔也好，啊，你帮助家庭的即个流浪汉也好，你要做任何一个社会关怀的工作，孤儿也好，单亲的家庭也好，啊是。 己收集的，个族群也好，啊是讲原住民族群团体也好，你拢会爱有一个圣经的主教咱所讲迄个观念。因的确有影，伫规个社会，你卖讲伊甲其他动物比，伊甲咱比，人比人著好，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。甲咱比起来，伊也排伫最后边的。但是你莫忘记，圣经讲，人的地位虽然极卑微，上帝有缘看重伊。 虽然做社会关怀，人咱毋爱学习一种精神，即种弱势诶团体虽然有够卑微,微，甲咱比伊是足卑微,微，但是咱尤还爱看重因啊！安尼，即个著变做咱规个社会进步和谐足重要诶一个原则啊！你爱尊重伊，你毋是可怜伊哦，你毋是同情伊哦，你是尊重伊。而且你也知影，都、就是因为伊较软弱，所以伊更较需要你诶保护。 正我曾经嘛讲个讲，讲、就是、你人个一个身体内面，你若某一个部分是较差，是毋是？你不但袂较笑，你会阁再来甲保护，你会阁再想办法，好，迄个部分呢，是毋是会当颠倒搁较水？颠倒你就要搁较看重迄个部分。啊，这就是讲个讲，咱人天生自然咱有一个能力，咱一定有即个能力。你若是身体某一个部分，你家己有自卑感，讲啊，我即个部分哦，是在比人比较差。 你也家己会更加注意哦，哦，你会更加注意。好，比如刚刚只人讲，查某囡仔卡较短，你敢咪记甲咧穿一个迷你裙，你未你著知影你的卡较短，你知影你的卡板一宽时，阵，可能你著知影讲，你等到你會去买一个较水的长裙，长的裙，安尼甲你扎起来，互你看起来整体看起来是较水的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著知影你有即个缺点，你著应该针对你的缺点爱来去改善嘛，性情著是安尼甲咱教驶嘛。 哦，你就知影你诶身体诶某一个部分，伊是比较较差，你就愈爱互伊，佫较水，安尼则是一个啊聪明诶人。所以咱话伫即个世间，你若看了即个社会弱势团体，迄个是咱规个人类诶耻辱，迄是咱诶贱笑，咱爱互种代志发生呢？所以咱就应该呢，更加来甲因尊重，更加来甲因照顾。如果今日佮咱做社会关怀嘅事。 你无对即个基督教诶观点，你无对这个上帝看人诶观点出发来去做诶时阵，一切社会关怀，甲最后拢总会失败，拢总会失败。哦，你若跟他讲啊，照顾家了无工课，啊，就摕我钱予伊就好啊嘛。你若无去尊重因个心理个感受，你摕钱伊尔，你变做个社会愈来愈真国外个福利国家,國家变安尼啊,啊。我无上班照有钱通领，我倒落去上班， 啊！你敢若摕钱出来？安尼敢无解决问题？安尼无解决问题啦！安尼无解决问题,問題，你是增加病单诶人呢？你是好钱个人，伊愈来愈无爱去找头路，因为我找着的头路，凡正薪水都抑个无我领国家诶国家诶即个救济金錢的济呢。我不如领即个钱，我摕来包包来，反正包包来趁趁来，抑个较济。安尼袂使，吼，安尼袂使，因为你欠少对伊诶一个尊重。哦、喔，你缺少一个上帝看人是介宝贵，上帝无爱咱人敢若亲像。 废物的款，同只敢敢那恁一个救济金，爱去哪去食饭，唔是安尼。但是咱即马作社社会作社国家，因拢无完全照圣经的原则。因咧做社会的关怀时阵，只有去干当前干因可怜，讲啊你可能无工作，咱拄啊好有钱，好有当食饭，迄唔是办法啊。所以我即摆看了一个新闻，哦、喔，迄、那个新闻在咧评论，讲有一个爸爸带三个囝去自杀，结果呢，路顶去互看到，人感觉怪怪的。 所以人一直较对，一直较对，较紧张，想要甲阻止，想要甲救，结果听讲是跟踪十几分钟，到最后呢，有人无法度通阻止即个悲剧，迄个老伯有人带囡仔去自杀，即，可人种代志人足艰苦，甚物啦吼？但是迄个报纸顶面所写迄个文章，我认为是真有道理。迄个文章讲，对即个代志，咱当然是足伤心，但是你爱问个一个问题，我今日我若较紧张，但要调时我若阻止，吼，伊今日无调。 但是因明仔载是毋是会去跳？哦，你若无根本解决伊诶问题，伊诶自尊诶问题，伊诶生存诶问题。如果咱诶政府若无规个改善咱个规个，即个贫富不均，吼好嘢甲善差伤济，即、這个问题若无解决，咱若无来解决规个失业率足悬诶即个问题，你若无来解决即个基层诶民众因所面对诶困难诶问题，你一个国家若无来处理即种问题，安尼，你自己敢毋敢啊？派人当海边啊咧巡。 毋通红死，咁冇较早，无较早啦。所以圣经来看，对士兵咧来看上，上帝即个社会关怀，上帝讲我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，孤儿寡妇伫社会弱势团体若去互欺负，你欺负伊无翁，你欺负伊无老爸，上帝讲即种代志我拢会来处理，上帝非常看重是社会公义嘛。 你咧做一个社会关怀诶时阵，你袂当忽略迄个社会公益、迄个公平诶原则，啊，毋是讲看伊可怜尔尔。你会去看到迄个规个社会公平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到底都位出问题，哦，到底都位出问题，是你诶制度出问题，迄者是讲你诶规个社会关怀，哦，迄、那个关怀诶角度，还是讲你社会关怀内面你诶动机其实毋对，即拢爱检讨啦。所以一个国家毋是讲。 啊！阮即个国家社会关怀做了真好真好，社会福利做了真好真好，迄拢用钱去贴出来，真真正正诶。社会工作也做了好，迄个是规个社会人甲人诶关系爱有一个尊重。那以我今仔看看台湾诶社会，咱诶社会关怀做了有够差，很差。谁人讲做了有够差？因为咱诶社会关怀毋是干来去救济这乞食啦，啊，这有需要诶人啦。 真正诶社会关来，是啊，对整个社会人甲人地位诶平等是对遮做起。现在有人欺负孤孤儿寡妇，就是啊，你你无翁啊，你无翁，我甲你欺负时，你嘛袂当甲讲安怎，即叫阿爸嘛。啊，你无老爸啊，你都无老爸，我甲你欺负无，你是袂安怎？迄阿爸，你无一个人对人诶尊重，你边能做一个社会关怀？所以，敢若尽量讲啊，遮孤儿寡妇来，恁若躲在我来保护恁，迄毋是办法啦，迄毋是办法啦，都敢若亲像讲。 在即个今年啦吼，今年中个时阵有一个足轰动的一个代志，就是讲有一个美国一个社区，因有通过一个因家己因家己通过一个社区的一个办法，就是讲，阮即个社区禁止即个过去捌有性犯罪的犯人来搭地铁，啊，结果伫美国引起足大一个争论嘛。迄、那个争论是啥物？迄、那个争论就是讲，你靠自己安尼做，你若要安尼做，安尼我买当规定。 阮即个社区规定，若无读即个耶鲁大学、吼牛津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剑桥大学，袂当来住。啊，我另外即个社区，我嘛讲，你若无够八百，我无欢迎你来住。你若要照你安尼讲，每一个社区拢有当照因诶需要，定出一个特别诶规则啊。啊，所以即件代志引起足大一个纠纷啦。哦，大概是你讲伊来违反人权，但是迄群人定即个法律，伊讲我有我道理啊。你若看着一个查某囡仔互欺负诶时阵，你就知影。 你就知影，即种人外口，我安然袂当有一个安全诶环境来带嘞。伊讲将来恁著知影，阮定即个办法是对诶。所以即引起社会足侪足侪一个讨论吼。啊，其实我想即、這个实在讲啦。若伊各位你带里遐，你一定要赞成诶嘛，对无？咱即个社区带诶人，拢总无任何是有有这个性犯罪，就是有强暴犯啊，讲安尼讲性侵害诶啦吼，有这款真科拢不准来带啦吼。咱、哦、一定要赞成诶嘛吼。但是你认为安尼咁无解决问题。 敢有解决问题，你就会当保证讲、這個，即个咱即个社区内面，就袂阁再有其他嘅人，阁再犯即种罪吗？啊，你毋都爱去检查任何一个人，你啊确定讲你无即个性犯罪诶倾向，你才会当来带即个社区。当然啦、啊，内当有种技术，当然是上佳好啦。但是无可能嘛，咱无任何一个人当保证，讲咱即满带伫即个人，无前科诶人，无前科诶人，就袂去犯即个罪吗？ 唔是啊，对不？恁囝这么好，恁囝即么住在即个社区，但是将来有自己断了，伊是毋是会正做一个性犯罪者？无人敢保证。所以问题就是人甲人之间啊，能不能保持人甲人之间的尊重，即、这个才是重要。好啦，即、这个问题正复杂，休息一下，等下咧继续讲，继续讲。 来，欢迎登来老三闻节目吼，哦，咱今日讲个真刺激、真精彩吼。无任何一个人愿意甲这种有前科的人蹛做伙，一定是安尼嘛？你甲想看卖？你隔壁一个较早不讲性侵害的人蹛在恁家隔壁，恁有遭惊？你会惊无？你当然你是会惊嘛？无人愿意甲这种人蹛做伙嘛？啊，你若阁边阿阁蹛一个，讲你楼顶蹛一个较早不杀人放火，你会惊无？啊，当然你嘛惊嘛，对不？啊，你对面阁蹛一个较早不食毒的。 啊，恁后面带一个较早把人掠去关，你会惊无吼？惊死哦，伊啊吼！迄、哦那个诶环境正歹嘛，是咱无人愿意带迄、那个带迄种所在。但是这是毋是就代表讲，咱有权利去招一定人，咱带伫一个讲，咱敢若世外桃源哦？捌有歹诶记录人，拢不准来带伫咱遮。咱感到一定要当安尼做，所以这变做一个足大诶一个讨论诶空间诶代志。但是咱若以疫情来看。 最重要一个原则吼，咱来思考，就是你对待这些有犯罪的人、我做毋到的人，对待个咱社会逐个足唾弃的、足无爱的人，你正面当然咱无法甲伊带做，但是另外方面你毋爱来思考，咱今是毋是应该有能力来甲伊帮助？咱是毋是应该伫即个社会，咱来大家提升咱每一个人对待别人会接纳、关怀？你若规个社会拢是足冷的、冷漠，无怪你這种犯罪的人愈来愈侪啊！ 啊！如果咱每一个人拢有种社会责任，吼、哦，当然我有查某囝，安尼可能逐个体谅我，我无啥适合蹛伫即个所在。但是是毋是一个有痛心诶人，吼、哦，伊已经年纪较大，伊诶身躯边啊无即种危险族群啊，吼、哦，无即种查某囝仔会受著性侵害诶犯罪人，是毋是即款诶人？伊愿意摕出伊诶痛心，讲安尼我来带家庭人做伙吼、哦，啊恁是毋是国家愿意用更加侪资源，互因有成立一个安怎甲因辅导诶机构，互因去找出因诶问题？ 为什么你会去犯即种罪？吼！啊，我来甲你辅导的时候，我并无看你无去，我是专门甲你帮忙。即个则是咱做社会诶关怀最重要诶角度。但是，规个社会关怀，咱讲美国做了怎样？我甲你讲，美国问题真大。是安怎？种族歧视啊！看到黑人，你讲啊，你都冇怪你做种代志，你黑人啊！看到即个较低俗入人，我无管你做种代志啊！因内面有骄傲啊！因诶种族主义抑佫其实抑佫是真严重啊！因为讲伊是美国人啊！ 哦，因为阮美国人伊是伊是足好个啊！我一个朋友吼伊讲伊迄阵因为囡仔伊伫国外读册，伊囡仔伫国外出事，结果伊倒来台湾时阵呢，伊就想讲啊，你等即摆既然倒来台湾啊吼，啊，就爱办一个咱台湾个嘛吼，所以就入入即个，因为伫国外出世嘛，倒来台南嘞，伊就去报，报讲伊要来入咱个中华民国个籍啦吼，啊，即摆变双重国籍啊嘛，吼伊也有提美国个新闻啊，但是伊也有台湾个新闻有双重国籍嘛吼，啊，结果伊要倒去美国时阵呢。 伊怎摕台湾的护照？结果迄个海关无爱户入面嘞，无户入面是讲啊你，你明明你都是美国人，你是怎啊你叫摕台湾的护照？伊讲敢未使，安尼，竟然迄个海关诶人员讲叫伊讲你来户入面吼，啊人就已经伫喺海关分两机坐到美国去啊咧。伊讲你即卖是回家，你敢知？你是回家呢？啊你回家你叫摕别人诶身份？哦，销毁过书，怎叫伊来销毁过书啦？哎，伊个。 摇头讲啊，足可怜嘞，吼、哦！伊讲吼，一开始态度就歹，啊，自从伊写悔过书了后，啊，当然伊袂晓写，囡仔袂晓写，啊，就爸爸替伊写写一个悔过书啊，我毋知影，我不注意吼、哦，安怎安怎安怎，写写呢，迄、那个美国人，当你悔过书写好了，迄、那个美国人马上哦，伊讲，真正敢若面相哦，换一张脸嘞，吼，换一个换一个新诶面安尼哦，马上就安尼，哦，敢若隔壁诶麦当劳爷爷咧，啊，敢若肯德基爷爷了。 Welcome to America <laughs>。迄囡仔拢听无讲，是咧讲啥？啊，阿、啊、那查一下，刚才好凶哦。啊，这门阿凶变较好，这门发生啥物代志？迄、那个囡仔拢唔知道，但迄个爸母看在眼内是心中感觉讲足悲哀。迄、那个悲哀就是，迄、那个美国人迄、那個、种族优越，足严重诶啦，足严重诶啦。哦，当然咱唔敢讲每一类人啦，因为嘛是有较好诶美国人较好听心，伊敢往来台湾。 直接甲咱做医生，还是甲咱服务，原来是有。但是，咱不得不承认，足济美国人伊是有一種,种种族优越感，伊是感觉讲吼，阮美国人世界足优秀个吼，恁、哦、其他个民族啊，恁算虾米？所以这足不公平嘛。所以我即嘛记得就是讲，如果你美国人，你个文化，你个文化个内面，要还阁带着一种优越感，讲阮美国怎嘛足强个，阮美国怎嘛足好起来，那阮美国怎嘛安怎安怎，我摕一个美国个号护照，吼、哦，就足样个。 我摕美金尔，我著足称诶。如果若安尼啦，你讲你诶社会关系要做偌好啊？我毋相信啦，我毋相信，因为基本上你都已经看人无起啊嘛。哦，你看到即个比你比较差诶人，你看伊无起，你讲你看伊无起要过来甲伊帮助，谢谢，毋免啊，因为上帝毋是安尼呢，圣经甲咱讲，视频讲人算虾米，对无？人实在是作卑鄙诶，但是上帝却是足尊重伊诶。所以恶人算虾米？ 是，无毋对，欧人比你较公，你较有影，但是你嘛是爱甲看重，你袂当看伊无起。亚洲人算虾米？好啦，阮亚洲人即即满无你的美国好起啦，好无？但是你袂当紧看，我你嘛是爱甲人尊重。所以，如果若美国无即种精神吼，因敢若伫因的制度安怎做吼，有限啦。当然我，我承认讲，因迄阵建立制度，可能有足侪足好嘅基督徒，因希望建立一个足好嘅制度。 来补即个因文化吼的不足，但是真可惜，你有一个好的制度，但是执行的人，伊本身也够有偏见的，对无？伊那本身抑够有啥物三 K 党咧，伊那即摆抑够有纳粹主义，迄种种族优越感在内面咧，你个制度更较好，你也是无法做啊，对无？所以讲，有影这是咱规个社会诶一个水准诶问题啦。所以咱卖骂别人，骂骂要半一气啊吼，咱等下检讨咱家己啦，吼。 是毋是？你伫台湾诶人，你一个较好见咧，你着看未起遐比你比较瘦诶。你册读较侪咧，你着看未起遐初中毕业诶。安尼就做害诶呢？咱是另外一种看未着无形诶阶级制度。咱是连像印度有一种著明显诶阶级制度，但是其实咱抑阁有一个无形诶阶级制度。吼、哦，硬看迄落看，看迄落含面咧看未起。钱趁济，看即个钱趁少诶，看未起。如果若安尼，我咧讲，台湾诶社会如果若存在种无形诶阶级制度。 你基本上，你就根本无尊重，迄、那个比,比较差诶人。咱诶社会的关怀，永远你都做袂好啦，永远你都做袂好啦。你不管讲你佛林安怎努力，你不管讲咱即个基督教诶机构安怎样吼，来申请安怎样来争取，安怎样来募款，我拢作悲观诶啦。我认为迄拢是无法做爱啦，迄拢无法做啦。咱若无在基本上人权教育，咱若无基本上来教育咱规个台湾社会民众，你袂当狗眼看人低，你袂当看人无起。你 你若无即种教育，存你贵个社会关系永远你都做袂起来。吼、哦，用安尼甲逐个来来遐互相来勉励，吼、哦，对咱家己做起，吼、哦，对咱家己做起。你要做社会关念，无一定爱先关心。你先对你卖跨美汽车偏差行为人，你先对你卖跨美汽车社会比咱较差人，你先对即点做起，也若无社会永远无和谐之日。这我时间到遮，后一集请继续收看《老三的节目，多、就、谢、是。 吼、哦、咱吼这段期间，咱所听小老三讲故事，甲以前又够无共款啊有时阵讲古早历史的故事，有时阵讲即个战争的故事，吼、哦，是互咱感觉讲历史上千奇百怪吼。即、哦、历史本身就是足趣味一个物件吼。哦、嗯，所以有人讲历史啊，好亲像一个宝藏。你若是你学的时阵哦，内面有真济真济真有价值的物件啦。啊，来，我来记一个咧啦。 简单啦、啊、吼，比如讲邮票，邮票这个物件战争的时也发生作用，你要相信无？哈，等下等下等下，哦，你愈讲愈离谱呢。邮票，那你讲假废邮票，战争的时阵有什么作用？嗯、啊，你唔知吼、啊？战争的时阵呢，因常常利用邮票来打击对方的士气，比如讲。 英国吼，因、哦、真爱用出邮票来做一个心理战争啊！因呢，出一个邮票，顶面呢是用即个希特勒下面的一个将军的头来做伊即个领袖的相。所以呢，即个邮票出来了，希特勒看一个真生气，因为即个邮票的意思就是咧讲将来做王的毋是伊啦，吼、哦、毋是伊做总统啦，是伊下面迄个将军啦。 啊，即、這个邮票吼、哦，一摆印几落万张呢？逐家拢摕去用诶，结果吼、哦，就会互足侪人相信。所以啊，就来理解即个希特勒跟伊诶将军之间诶感情。吼、哦，我了解啊，邮票比报纸更加好用，因为吼、哦，你买报纸诶人无一定是足侪，但是你寄信都会用邮票，所以邮票跟它一个免费诶宣传。 当你收到票时，你一定会看到邮票。所以这个邮票，敢若像一个宣传单同款，伊会当达到迄个叫做正战哦。咱若查甫爸作品有啥正战效果吼、哦，用政治作战的方式来代替动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嗯，完全正确啊！就是安尼吼，所以呢，你来会用利用邮票来打击对方，这个吼、哦，大家常常咧使用啦吼、哦，用邮票来讲讽刺。 用邮票画一个笑话，哦、喔，即个看到的人笑的时阵，好长久嘛，感觉对家己的军队比较靠信心，对即个战争嘛比较靠信心。所以啊，德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在战争的时阵，定定拢咧出邮票，用邮票达到伊诶政治军事的目的。啊，诶、欸，莫怪我看即卖足侪人拢用邮票。 来做即个活动。即摆咱作势人用即个邮票做公益活动，对无？啊，有无观众朋友？你记得无？邮票、防老邮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作势作势吼，因若要举办一个比较比较有意义的社会运动，伊就出一个邮票，用即个邮票吼、哦，啊，做甚物？出去救援啦，甚物饥饿三食啦，哦，拯救饥荒啦，啊，是讲作势其他的社会弱势团体嘅关怀，因着用出邮票，吼、哦，因为邮票大家拢用会着嘛，啊，所以买邮票。 将这个钱里面的一个比例放几拍来关乎这吼需要关心的人。其实这个概念伫真正的阵早就互人提来应用伫咧战场的顶面啦。所以邮票你咪看简单简单俩，一张细细张啊邮票确实会当有真济种嘅作用。哎、欸，人是较聪明嘅呢。哼、嗯，即讲起来吼，是一种心理战术啦。啊，透过宣传。 较早都无邮票咧吼，啊报纸，你若讲伫前线战士，后因刚看报纸，但是因咧常常收到批，批顶面就有邮票，所以呢，用安尼呢带来因甲即个人民之间的感情的交流啊。所以啊，各位唔好轻看吼、哦，人类智慧伫一张细细张啊、四四格格的纸内面。 就来表达出来人类伟大以及人类的智慧咯，好咯，即、這个心理对战争影响尤文也真大。来啦，后几集我法来讲一寡心理战术，各位时间到咯，各位啊，拜拜咯，拜拜 <bye>，后几集心理战术。